点呢是这个回南湾海景之旅，头一个景点呢，咱就要来去八旗瞭望台；第二个景点，牛山湖亭；第三个景点，七七高地，再来去餐厅，跟咱的大家来会合。早期阮的先民来华林开垦的时阵呢，发现到这条溪的溪水真多，直接啊下入去太平洋，然后阁叫太平洋的海浪给拍倒转来。造成一个迎回状。当时我们的先民就称呼伊叫做回南，回南呢是阮花莲的古名，闽南语的发音呢叫做回莲，所以我们叫做花莲。我刚好看到一条桥，所以我今要请大家吼，带我来念一遍，安尼好不好？嗯。回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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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莲，花莲，就是安尼慢慢演变过来。那在您的印象中，右边就有回南呐，老一辈称呼花莲做回南港。啊，我知，对对对，有有嘿，回南港。那就是日本时代花莲叫做回南港厅、花莲港厅、卡林口。啊，那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拢叫做酒，酒是都是厅呢是整卡，所以阮这边又个叫做后山。去当中讲，今仔来去后山，就是来阮东部的花莲，无就台东啦。啊，那我细汉要去台北，我嘛不是讲要去台北哦，我还阁足欢喜的，甲阮的厝边隔壁讲，我明仔载要来去山前啊，山的头前，因为我住伫山的后壁边。阮花莲的北边呢，有这个台鲁国国家公园。南边有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以及玉山国家公园，东边呢有这个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，有这几个所在啊，提供予咱来佚佗。阮花莲县有13个乡镇市，人口数呢，敢那32,100多人，安尼有济无？足少的啦，这30几万人内底呢，将近30%是原住民，原住民如果以阿美族上多，过来有台鲁国、布农族、噶玛兰、萨基拉雅以及赛德克，有这六个族群。啊，目前咱台湾有几族？有人知无？16。阮隔壁大概讲16族，来，咱大家甲拍波啊一下。人客啊，咱拍波啊，袂当安尼拍啦。咱车顶有8个人，还有8个枪声。咱会使3个拍，5个无拍。来，搁一边来，1、2、3。感谢大家。感谢感谢。有16族，我是17个哦。我是存款兼睡眠不足。那阮花莲的6族，是以台鲁国以及赛德克。这两族的赤面呢，来享名世界。赤面就是你面上赤字，那是下头前的赤字，是每一个部落啊无同款的分辨。而且你囡仔6岁至10岁，就该赤下头，然后呢，大部的放生野活，回去生活。啊，即卖若两礼拜无回来，真歹势。因的爸母啊，也袂主动去找，讲找回来无效。哎，家己也要转来，我讲说你较勇，继续来个饲，下摆才会当做养书。查某囡仔呢，就留喺厝内啊，做家内书，先煞来个训练伊织布的技巧，一直到伊大汉成年了，技巧纯熟，就当伫翠配吼刺甲纹，有刺甲纹呢，就会当嫁红生囝。啊，若查甫的呢，就爱遐出草。虾米是出草？有人知无？台人无目标，但是爱台人头。安尼才能做勇士，才你下海呢？赤鱼纹，颐和园的鱼，这是伊的成年礼。原本花莲有一位百岁妇女同胞，是阮花莲县的县保，啊，落伫个这个10年前啊，105岁时阵啊来放生，所以咱即摆花莲已经无半个赤面老人啊吼。啊，除了因的赤面以外，就是以阿美族的美食来定名，所以阮花莲县的土产阿美麻糍，也是为原住民啊延伸过来。所以小美麻糍的故乡，也是你讲咱花莲的共和乡。亚所大呢，大部分是阿美族原住民。阮花莲县的土地面积，
有4629平方公里，是咱全台湾啊上大一个县，占全台湾36000平方公里的1%。地形呢，长高型的。啊，因为是长高型的啊，所以咱从花莲要去台东，还是台东要来花莲，啊，就经过两座山脉。一座即马伫咱的正手的后壁边，叫做中央山脉。一座伫咱的正手的头前边，叫做海岸山脉。早期日本人行伫这两个山脉中间，因发现到，那是好天的透早，咱中央山脉山顶的云呢，拢一蕊一蕊，无就是晴空万里，真水。啊，那是海岸山脉边啊，花莲溪拢有雾气的升起，布满规个山脚。日本人就感觉讲，哦，安尼敢那行伫云顶呢，所以甲咱花莲要去台东这条道路，称呼叫做中山道。新鲜的鲜，即卖呢，咱有新的名称咯，叫做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。除了以上以外，阮花莲呢，各有各的特色。花莲有二多、三头、四土，还甲五宝。二多就是风台甲地动足多，所以讲阮花莲人，会使讲是伫个风雨中的摇篮大呢。我就是其中之一，我伫花莲出世的。我住超过半世纪啊，安尼有济无？60年啦，我住60年啊。哦，我是叫地动摇大汉的，所以讲5级以下我拢唔惊。啊，若阮花莲发生3级、4级的地动，恁看到伫街仔路走的，绝对唔是阮本地人，是恁外来游客。而且佫足好哩呢，摇咧恁就撞啊！撞到了背。超过6级呢，我就秘伫个触感。哦，冰箱的边啊，无就是较用的多啊卡，哦，安尼比较较安全。阮花莲呢，佮三角头，各位嘉宾来到花莲有时间哦，会当来欣赏这三角头。第一石头，第二叉头，第三是硬地安南头。石头啊，就是阮境内。所盛产的玫瑰石，这世界有名。捌看过玫瑰石无？有看过无？没有。东摩有看过啊？玫瑰石，粉红色的，有看过无？纹路吼，敢那画国画同款。每一个石头纹路拢无同，好足水的哦。而且有聚集零零的功能，所以得到介侪人去也甲收藏。我家己都收藏一挂。啊，那是插头呢，就是咱希诺街老树头啊，足侪象形的物件。哦，印第安人头呢，就伫咱台鲁国国家公园内底一个景色之一，伊是天然的水貂，大理石作品，是一条入溪4500万年慢慢冲慢慢挂，挂出一个人头形，所以咱就称呼叫做印第安人头像，这就是阮花莲的三角头。花莲呢，各有四种土：净土、渗土、壮土，吼，啊个奇土。净土呢，就是讲花莲啊，唔啦好山好水，风景品质嘛足赞嘞，所以是咱台湾的一块净土。啊，朱泽捌听过无？捌。朱泽好原地呢，伫阮花莲，以及道教慈惠总堂也伫花莲，过来基督教门路会，伫阮花莲嘛成立一个门路医院。一个殖民教养院，所以阮花莲呢，会使讲是一块圣地哦。哦啊，你注意看阮的山，是毋是足宽大诶？对，真雄伟对无？嗯。所以讲花莲呢，是一块壮土。一个阮的东部海岸，奇奇怪怪，大块石头真侪，奇岩到处。所以讲花莲呢，是一块奇土。这个是阮的四种土，花莲。还有5种宝，红宝、绿宝、黄宝、白宝，哦，还有紫宝。红宝呢是洛神花，有啉过洛神花茶无？有。好啉无？会当加减啊啉，酸酸甜甜，清凉甘味，搁利尿，袂歹哦。绿宝就是西瓜，有食过阮花莲瓜无？嗯。这有够有名的啦，但是今年足贵的。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修行的时阵落大雨，所以拢水箱拍歹伊。啊，你若山量若少，
物件都贵，哦，就是安尼哈。啊，这西瓜是安尼，每一年农历过年之后，就为屏东的溪埔开始往北收，收到阮花莲上好食无过客的西瓜哈，哦，就差不多六月中啊啦，哦，就是今麦伫收的，就是上好食的哈。啊，收收的整理理的，哦，来准备要来收第二期，九月中旬是第二期。西瓜一年两季哦，哈。黄埔呢，就是金针花，捌叫过金针山无？那毋捌去的，我紧请阿如小姐甲咱做安排哈。我的会期八月到九月三十号，哦，走了两个半月的会期。下当来去阮六十七号的请客，这两个山顶呢，欣赏金针花还真水哦，而且会当地。山顶吃阮的金针大餐，以及你若徛伫海拔七八百公尺的悬山顶头，来看阮壮阔的景象，足迷人的。我伫遮，等于干嘛？欢迎你过来佚佗，真水吼！北埔呢是阮花莲有名的米，富丽米、玉峰米、富丽米、迄个吉安米，这拢袂歹。哦啊，农花拢买会到啦，你用栽培就知吼。我阿伯等于食看卖，然后胖胖球球真好食。阮家拢食这个米，所以特别甲恁推荐。想要食的鸡脯呢，也是阮境内庆祝节农产品，叫做蚵仔番薯、玉心番薯，有食过无？紫色地瓜，哦，有食过啦吼。啊，伊毋是两个结合的，是地瓜的品种，颜色紫色的，所以咱叫俗称来叫蚵仔番薯。花莲的土地真肥，种出来番薯真香甜。所以，我拢摕来餐厅做美食的材料，以及名产的原料。以上，我来简单介绍花莲。等下沿途上，若算较奇卡的，只要我知影，拢无问题。即马请咱的嘉宾来欣赏咱路边的风景，安尼好不？好。感谢各位，谢谢你做的哈。看得出来，就是造型啦。哦，安那看袂出来，就是艺术啦。好好好好嘛是安尼啊，系咯，好，饭食真话安尼啊，讲好不好？好，但是边啊个一支出来喎，就是敢那伊后脚尖遐去变起啊，哦，足可惜的啊，人讲实在，哦，即马口袋不够深，怎么做？哦，新天堂乐园，啊，我有入去，伊后壁边是那个星巴克嘛，好来，咱来看这个外墙。彩绘的外墙啊，你这是具有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哦，全世界最大的瓷砖壁画哦，有多大？2.5个足球场大哦，用规定瓷砖呢，174万，1832点马赛克砖所打出来的图腾，啊，你看好贵款，回头看，那图腾有脸谱哦，因为它结合了南岛语族文化，到我们阿美族男女族的图腾。哪口较细咯？所以你看有脸谱哦，哈。管政府的咯。193县道吼，通到花莲的玉里两样。台东是197。哦，你若去池上博朗大道哦，迄边的是197啊。罗斯福路去到新店，才行9弯18弯去到宜兰。哦，才位所行蜿蜒的苏花公路，哦，来到花莲，才阁位花莲行花东公路去到台东，才阁位台东行南回公路去到凤港甲台一线汇合。以上的总长471啦，即马减20公里，即敢那453万啦。最长的，为哎，这是我们台湾最长的公路，啊，为什么会减？你知哦？嘉宾来看倒手边，咱只经过这板桥啊，是花莲大桥哦。下面这条溪就是花莲溪哦，所以倒手边就是花莲溪的出海口。有看到一粒小山无？这条小山叫做花莲山，它是个军事要塞，所以讲以前有派军队伫遐防守。哦，啊，位海平面哦，算到咱的上高的关山上高的所在。
就是77公尺，所以咱称呼做七七高地，就是安尼啦。就是我们去的地方是海拔。离出世界大战战线，美军甲因的准，迄个准干嘛？迄个准顶的迄个干炮哦，舰炮，拢跳落来哦，迄五寸舰炮来到底咱家，我咱做海防，这个海防的防守。啊，五寸舰炮是固定的，不够机动性。罗威纳的改做155榴炮，口径是一样的，但是机动性高。但是现在也无效啊，咱一个按钮就，什么就飞出去啊，飞弹就飞出去啊，对吧？所以才拢撤哨啊，彻底对。咱的正手兵就山顶去哩啊，啊，这都无阿兵哥啊，但是安那赢蛮过得哩。所以讲林务局管理的时阵，伊讲内底无停车场，你唔好开车入去。哦，你会当停外口，啊，叫咱用散步的。哦，等下大家带我行一公里，咱就当去到营房啊！哦，哦，去到营房了呢，咱当行楼梯去到营房的出尾顶，哦，咱就有360度的观景点嘛。哦，东边是太平洋，北边是花莲港跟花莲市，西边啊，整个壮观的中央山脉，南边就是花东纵谷跟海岸山脉。敢那我安尼讲，恁听起来。一定足水啊，对不？哦，所以咱等下要身临其境哦。而且呢，你若徛伫迄个营房的顶头呢，哦，你有一个感觉哦。迄个所在，花莲山是海岸山脉北端起点，结果你的边啊，迄条花莲溪，伊是出海口，所以你徛伫对，徛伫山脉的起点，甲溪流的出海口，有一种家己徛伫对天涯海角的感觉。所以你若去上去去咧，上传等于人家咧问讲，啊，这遮水的所在是伫倒位？你要安那回答？天涯海角。对哦，你讲天涯海角，你们讲有做华林溪。来，咱即马行这条公路，就台湾第11号公路，位华林溪到台东的呢。哦，这就是华林的台东的海线。哎，啊，那山线就是台高线啊。好，来，咱正经过正手坪，这就是海洋公园。我来过哦。开幕的时阵来过。开幕来过吼。足久以前的。来，这间海洋公园哦，兼我的这个做导游的会所。啊，那顶头的远雄又来反正跟我平社会。啊，你着知我做偌久啊？各位嘉宾看正手坪，这足济。这个海景民宿吼，啊，你家看这海景民宿也无介水啊，伊拢换厝了去翻嘞。因为前啊4-5年前是毋足流行大陆自由行的人去，所以大家拢改装吼，拢改做民宿，结果即马拢落寞啊吼。但是，阮的咱的杜秋平这间啊，哦，你看到无？木造的，啊，米黄色的墙壁哇，哦，这间都不离离啦，这间是斯图亚特农庄。哦，这间无简单嘞，伊收过电视哦。哦，我甲恁报告。漂亮哦。贵正济。贵呀、啊。贵足济。啊，恁报告，一枚吼，双人晚餐都要1万。哇。哦，为什么哦？会较贵，搁较济，搁省得搁也好。近海。伊就是安那嘞，有一个游泳池啊。无边际。哦，无边际的，就敢那吼，甲海平面平行，而且是溢水的那游泳池。一直溢出来啊！我要注意啊！哦，溢流游泳池，啊，所以吸引很多的年轻朋友啊，对不？闯入朋友来家，赏日出喝咖啡，对，聊是非，对，烧了再说，然后再分歧。哎，好，啊，咱今嘛进入的是温华莲寿丰乡的盐寮村，盐寮啦，寮就是寮啊，贵金属做寮啊，盐就是出产盐的所在。以前我们拢伫遮买盐，啊，你该看一下，看海边有看到盐田无？没有，没有看到盐田拿来的盐。对，好，甲恁报告，阮的沿海原住民无哩生姜做产啦，伊拢直接靠海水起来行就好啊，行好才变盐。哦，啊，无你无听我，你讲你怎啊去买？去靠海水来行，我无使搞死。哈哈哈！那些海鲜一担鸭子比较贵。哦，人伊拢用 Q 灰茶，吼、
哦，海边的那个漂流木林啊，还没成本啊，哦。哦，问题是现在他们真的有在卖吗？应该没有了吧？现在没有了啦，哦、现在我们是市面上买比较方便了、啊啊。现在反而跟他们买的海盐还贵了。对啊，我的意思是，小心黄立康，印度你走了，真的还有在做？有啊、哦，你来去体验哦，他们的部落有没有？哦、比如挺好，你看。朵黄草啊！哦哟，这间头家甲拄阿斯瑞亚特港头家啊，做港款贵真济，贵拢足济。我捌带人个来遮啉下午茶吼，拄着贵，一客350啊，无咖啡好啉。哦，伊不爱互你啉咖啡啊，但是要互你啉啥个？啉特制的海藻茶。我甲问讲，什么是海藻茶？你海藻是倒位摕？伊讲拢伫阮这个倒手边的岸边摕。啊，我甲想有可能啊。量很少了，量很少。沿、哦、海啊，我在少年时阵足爱耍的，所以讲这个沿海啊，会当钓鱼还钓船，我拢钓过了。尤其咱即马倒手边这个海岸，我定定来遮掠倒卵啊。倒卵，倒卵，你听无吼？倒退路听有无？倒退路听有。就是，你那边讲倒退路，阮这边讲倒卵啊。哦，学名叫浪花蟹。好、哦，安那里啊吼，我拢去买上粗的铁线，加一扎一扎，凹一个鱼啊，通啊会当钓起来。头前甲穿过小坑啊，用树顶甲绑好安，插伫个沙底。哦，啊爱好迄个海鹰淹袂着的沙底才有效哦。哦，啊爱好三四用了，咱就去走去湖边啊，哦，就四五只的浪花蟹啊。啊，一届若准备七八只。间隔十公尺就好啊，来回两三抓，不如霸起来，让我切就是靠底啊。哦，啊这，你着知倒退路足贵个对无？所以我拢唔敢买啊，因为太贵个，我拢家己食。安那食呢？用嘴食。哦，安那料理，我拢甲洗好清洁了吼。哦，油无介济，我拢少油哦。啊，落个变煎炒安尼吼，炒好熟。葱姜蒜、胡椒盐，秘鲁当啉一箱的。哇，这么美味哈！食拢会使食。正手朋友看到无？这清新，这叶啊，这叫做吼。哦，啊，阮饲养公橄榄树啦。哦。公橄榄树啦，它会长那个懒人呐、啊，足大粒的。哦，它变黄的时阵哦，是阮沿海地区原住民不用钱的零嘴。我嘛捌个食过，涩涩、哦、酸酸甜甜，真正我啥物都缀因食，所以我华人带久吼，我比原住民较原住民。我较原住民。诶，叶啊吼，讲嘛会食。伊若变红的时阵落来喎，哦、嗯，啊你甲摕转去洗洗咧，落去天地来啉过干。我做啥物隧道？跳浪隧道。好，为什么叫跳浪？跳浪虾呀！民国57年以前啦，无这条公路，无这条台十一号线哦、喔。所以讲，沿海的居民要去花莲，要哪去？行伫咱倒手边下边的小路，沿着海岸线在走。阿姆花莲是个断层地形，所以阮的硬拢做粗的，所以来当硬推到等于快跑前进，叫做跳浪。第二，咱左下方这个位啊，跟阿朗伊同款。无啥物路好行啦，所以你着安那打伫石头跳来跳去，叫跳浪。第三，依照咱的台十一号公路伫咱的左下方，沿着海岸线在走，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景跟海浪。啊，但是阮花莲搞风台对无？风台若来着崩山啊，路拢袂通啊。为了一劳永逸，怎拍这个崩坑？这崩坑通车了呢，你着看袂着海涌甲海景啊。所以那个跳过或难过叫跳浪。虽然当你出这个二号隧道的时阵哦，你注意看咱的左后下方哦，你就看到以前的公路在咱的下边哦。嗯，错误示范。对。哇。对，双黄线。隧道内啊，那悄悄告别。拍到号码。因为咱头前一个陀螺啦，一个甘露，不开一班。
什么公交微量？像这边的测速，它会像有些用时间差去。会。这边也是。这将来会有。啊，将来会有。来看左后下方，左后、okay. 左后，货车有没有？有看到。左后。有。连海边对吧？有。可以前就公路了。就下面那边的。啊，这里一个水。啊，各位嘉宾，想哪知道这有做何？这有做泵坑，您知无？为什么有做泵坑？用泵的。以前咱炸药，咱拢用炸药去炸对无？用泵的，那有做泵坑。哦。啊，今麦拢无啊，今麦拢啥？今麦拢潜盾机哦。那我那恐惧你。城堡，我跟您报告，这是国中。哎呦，文明泰哦，寿丰乡唯一的国中在这里，但是少子化对吧？哦，啊，能够解编，哦，迄个中途之家，中硕生做中途之家，啊，能够改制，改去别位，这里也无人住，那借火消防，消防队地大，你往那一看，会看到消防车，哦，遐大片的校舍安尼吼，那敢那消防队住一楼呢？哎，那我都租出去哦，来做民宿啊，啊，还是会馆，哦，不得了。这里乌鸦呢，叫做水莲村。水莲是原住民的语言，翻过来，水质的意思。以前人来在都讲摸起就这样。哦，摸起。哎，叫做水莲，那翻过来叫水莲。这里村庄，很多人卖香蕉的，诚实香蕉，诚实商店的。这个。叫做什么什么信？良心呐、啊，良心摊呐、啊，良心香蕉摊呐、啊。哦，为什么是良心呢？因为一串香蕉都有大价钱啊。你爱搭一笔，你该六千块就好炸造啊。但是买要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爱面带微笑。录影中。哎、欸，录影中，对，你来啊。好、哦，咱要行新桥，正手边是古桥哈。这个十八号桥吼，咱等下看杜秋平，你看起拢干瘪。哦，这个讲到以前敢那有听讲要你遮做潜水艇基地，都会无做无成。哦，咱依照这个要塞堡垒吧，保护了整个海岸线。哦，所以讲遐原住民拢爱搬走，袂当伫遮开垦。如果要塞堡垒法消除了后呢，原住民才能够回来开垦。所以咱今日叫牛山屋顶，我剃头。哦，咱来讲古桥，十八号旧桥，你来往下看哈，也看到下边一片的竹林，还有一个故事哦，哦说以永成林，有啥物哈？咱这个东海岸呢，有这个东海岸阿美族，啊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啦，哦就是按阿计好不？所以讲，因的头目的查某囝叫做公主对哇，就爱招呼马爷嘛，哦啊这个头目就讲来，我看三雄勇敢吗？来，一人去凑一支灯啊！跟我来去下边，哦，为金花跳过金花，撑杆跳，哦，啊，有活落来，勇敢的人才当做我的囝婿。我同意你嫁给阮查某囝，哦，啊，就大家去跳，有的跳断腿啊，有的跳断魂啊，啊，久来，哦，一得个擦，变一片灯啊拿出来，所以后代子孙就讲，哇，迄拢是阮。先民的永续的分配，所以咱就该称呼做永以永成林啦、啊。这个故事就是安尼啦。啊，为什么叫十八号？来，为什么叫十八号？咱这个台十一号公路吼、哦，为华人这边圣地的桥拢一号位你讲，一号桥、二号桥，大概加多都十八号桥。咱这边到八旗瞭望台啊。八旗啊，吼，八旗瞭望台，伫个这个戒严时期呢，是一个警备总部的一个据点，居高临下，哦，伊个视野足宽的，会看到规个海边渔船啊，会安那嘞，会作业。迄个尤其迄个望远镜一看嘞，尔吼，伫顶头一举一动一清一楚。你若做歹代志，伊随派船啊去念。哦，啊，你为了解严啊，对不？伊就爱改线，改线了呢。咱的花东纵谷的风景区管理处，底下起凉亭去接受，去贩卖部，和咱游客当做休息的活动，则来改做八旗瞭望台。哦，咱啊伫个八旗瞭望台，看过南部的海边啊，
你就看到一个真水的海湾。哎、欸，我那带日本人讲拢讲起来咯，海港吼，起来，起来咯，海港啊，你都知啊。哦，迄个海湾都是文化类的唯一的迄个海水浴场，敢那只会当啊，其他拢袂用的。海水浴场的最外端有一座山叫大石鼻山，恁注意该看，敢那一只龟哦，仰天长啸。